今天作业做完了吗？还没有啊，那你早点睡吧，别做了。你中文作业还得做，你不能明天做吗？你早点睡觉吧，不做没关系的。那你那个英文作业就别做了，要不然好吗？啊，你做完了，那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明天做吧。现在已经快9点了，别做作业了啊，没事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儿子之所以会如此热爱学习，大多也都是因为海清。他没有像其他中国式父母那样空闲时只在孩子面前玩手机，反而是去读点书练练书法。也正是他的这种言传身教，才让儿子出落成今天这般优秀的模样，成为他的骄傲。